无关身份，无关性别，无关分数高低，无关内敛还是耀眼，无关体重，无关收入多少，无关命运、选择、前途、希望，这只关系到每一次当你准备战斗，等待最后的读秒，你是谁？别给我说到低调，我根本听不到。想跟我讲什么战术走位，你最好先追上我。盲狙、甩狙除了反应还需要天赋。感觉来了，枪枪都是黄金宝。节奏加距离，我用刀可以交翻全场。在我的世界里，做不了最好的，就做最屌的。穿越火线，不服来战。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啊，我们的外国队伍 F3 首秀啊，以及光哥的首秀这场比赛。嗯，那刚刚结束上的第一场，第一张地图上，光哥是拿下了胜利啊，对，10-4战胜了 F3。再来进入到前两张地图，哎，我觉得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了。这张图 ，F3 会玩了，绝对不可能是不会玩了。但是确实，我可以能感受到，就是说 F3 现在的比赛，包括之前呢，我看他们一些训练赛。包括我自己也跟 F3 也有打过哦，是因为他们都线上玩嘛，然后我们几个推的老解说什么，也就是有和他们一起打过，他们连我们都打不过的，说实话。但是就线上是挺归线上，我个人感觉他们现在还在采用一些就是真的打世界服的一些模式，就是再去打，这样其实真的挺吃亏的。二个就是刚刚你也所看到了，就是说还在用一些就是说M4 很少，就是真的打潜艇他们 M4 也很少。哦 ，M 潜艇呢你都。他们就是因为就很喜欢打 AK， 那么为什么 TD 被虐的就很惨？因为他们不会打 M4， 不会蹭。TD 如果不打 M4， 真的现在很难玩。所以说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让他们在每张地图上就是慢慢理解到到底自己应该怎么打，为了这个胜利去改变一些。他们觉得哎拿 M4 我 AK 的这种枪法发挥不出来，哦，这是他们的想法。但是你发挥出了枪法，但是你其实那你就等于说。弃掉了这场比赛，你可能在一些你喜欢的位置，或者说偶尔一次两次你能有精彩的刷屏，但是整体下来你肯定都是全程被压制的。这个就是所以说还是希望就是说 F3 能就是在每张地图上，就是为了地图，为了比赛的胜利，要去每个人去融合进去，然后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些打法，而不能说一直坚持一些自己的东西，去一定要结合起来吧，应该这么说。而且我刚刚注意到一些细节，就比如说他们卡点站位，对吧？他就说。还是和我们国内这种理解不是在一个调上的，可能这个东西确实是体现在卫星基地上可能会体现的多一点，但别的地图我觉得还应该会好一点。对，有看到，我们也看过他们之前的一些比赛，对吧？对，看一下潜艇的地图信息，这边也还是扯一扯吧。嗯，这张图这边潜艇应该会拿大炮了，不会再拿天龙了。这特别双向门这条线，最起码有几个木门是让你不得不拿大炮。你这个如果再拿个天龙，可能。
可能又看到了，我们也看过他们之前的一些比赛，对吧？对，看一下潜艇的地图信息，这边也还是扯一扯吧。嗯，这张图这边潜艇应该会拿大炮了，不会再拿天龙了。这特别双向门这条线，最起码有几个木门是让你不得不拿。我就看看这个换到这个潜艇上面，他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手感保持住。潜艇这张地图其实关键点就在于管道这个连接门这一块了，双向门跟管道这条线，还包括小门这条线，就这两个点看能不能这个打好了。好的，这边应该也是看到准备差不多，这国外队伍还是需要慢慢去熟悉，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还无法这个对上号啊。我就记住了那个 Seven， 他们的队长长得还是比较有特点。多解说两场你就慢慢能记住。好，两边应该是准备就去了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场较量。哇，这边上来是苏洛狙掉了一名队员。防守，哎呦，这边是要 F3 要 A 大来一波吗？上来掉了一个，确实有点尴尬。好，这边应该是集结了，看一下价位的位置能不能来一波刷屏，价位的位置很关键。阿伟这边一个，感觉要刷屏啊。哦，两个，这是穿箱，还好两个半，两个大残，两个还有一个大残，哇，这没机会了吧？一个，直接就被清掉了。这个潜艇啊 ，F 三一定要抓住机会啊！不过潜艇也是被这个光哥给虐了，是吧？给虐了，那真的就是印证了我们圈子里面的一句话了，对吧？哇、哦、哟，苏洛这一枪穿的。哎，这个苏洛挺强的，关键现在打得太深了，哦，没有压力，没有什么点位都可以站出来给他拼一枪。对，不过面对对手是绿豆啊、马哲啊、田丰啊这些，就可能就是心态不太一样了，有些位置不太敢站，应该是。还是天龙。天龙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！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没怎么玩大炮，可能对大炮。他也，因为大炮这个速度是慢，可能觉得节奏可能会有点慢吧。这边上来又是郭牧文先掉一个四打五半，哇！这边苏洛是被反拉了，这个可以可以的，这个天龙能够在这种连接门当中跟大炮的对决，我证明。这位狙击手还是有两把刷子的，肯定。你敢想吗，郭伟啊，一个拿天龙，一个拿大炮，在连接门上对狙，不是被天龙打死，根本不可能会拿天龙这把枪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还是嘉伟 A 大，看到了吧？没看到吗？看到。哇，这个看到两下吧？这怎么还在这个位置瞄呢？可能时间差。没看到。三打三。哎呦。被子感觉要被包啊，被子很危险啊！哎呀，怎么回防这波？对，这个输被子要背锅呀！他怎么拿个狙在那样一个位置？哇，这边被打掉了，就剩下 Chris。这边你看，明显这边国外的队伍拿上 M4 之后，这个开枪的方式就感觉看着就不太对劲的那种感觉。不过费子刚才没有必要拿把狙在这个刚才那个位置，他还是想说断一下，就是那个斜坡这边卷帘门这边回防的一个队员。费子这边又是上来狙掉了嘉伟，可以，很强。好吧，你天龙你玩得开心，开心就好。打你脸了没？开心就好。应该是木门的顶前吗？但是木门前压第一时间可能是被费子打了个提前量吧，应该是。看一下，但是待会儿会进来收点吗？这肯定收啊，这个正面的肯定要打的。一v一。
这边是要 F3 要打 B 啊。这边 B 点进去之后留了一个，哎，那个叶枫在还在 A 门槛也没压出来，刚是听到光哥边对，哎，要压了，感觉要压了。出来清完之后，知道 A 门外的情况，立刻回撤。啊 ，B 点那边也被打了，啊，丹尼斯刚死很尴尬，跟 Chris 来帮忙，看一下，哎，没有了。我这边直接溜到想往保点溜，我那边石不会是刚下来一个。我这个人们什么意思？没看懂。道具先扔一下，别急。这边要跟 I9 拼一下枪 ，Chris。但是好像是走廊那边已经是打进去了。这边啊、非常聪明 ，Chris 这边是在做骚扰和佯攻。啊，其实真实目的这 F3 是要打 B 的啊。Chris 刚才是做了一个诱饵。把包这边是成功放下，看一下这个三局，哦，打掉一个 F3 里面有机会，二打一，哦，还不错啊，这局打还是可以的。阿比这边 F3 拿到他们的第一分，不过刚才 Chris 可能入戏太深了，那个闪光真的没看到。哇，下来苏洛上来又是打掉了 Chris。我这边 B 压了。压顶前，哎，看到被看到了。手雷来了！我这 I9 还不走啊？手雷来了！中门有人顶吗？有。手雷来了！哇，这边全部顶！哎，看到了！快撤快撤快撤，赶紧！真可以！这要是一个高爆出来，就嗨了！哇哦！哎，要穿了！嘉伟很聪明啊，利用这个箱子。对。这就是一个 M4 的优势嘛，你看这一条线 F3 下来的 A 大的全是 AK， 而且被这个箱子穿的不要不要的。三比一，三本现在头很大，三本现在头很大。又顶前，这怎么感觉像是在打这个线上这种对掏？因为大家知道线上对掏的人都很喜欢。打回心，对吧？必须帮他就是刚出去，因为说实话，他这个必须防顶出去，其实威力蛮大的。他有个窗口的视野非常宽广。第一时间就是只要靠最靠近 B 点的这个就是防守队员来顶的话，永远是保卫者要快一点的。而你一旦顶出去，这个潜伏压力很大，几乎就被锁在那条线上，锁在匪家这一条线了。哦。啊，这个好阴啊！这是我以前经常用的招数。这一波能偷到。手雷来了。哦，打了一个背身，哇，这！哎、这枪。对，滚到 F3 已经是近人了。滚到连接门那边也来了。A 控用颗高爆，那个哎，这被绕了，被绕了，哎，刚好下去了，没抓到，还好这个队友补了。剩下 Seven 和 Dennis， 两人从下来。这大冰箱能不能苹果？不好说。哎、哦、呦 ，I9 这边是顶住压力秒掉，哦 ，Dennis 秒了一个，四比一。哇，这局打了看，感觉 F3 的进攻并不是特别流畅啊，没事，是怎么说呢，就不像打出他们之间那种长，就国外这种强队风范。现在经常喜欢就是第二时间 A 大佬喜欢一波流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。苏洛在这场比赛已经嗨起来了，大神神一样的存在，真的已经嗨起来了。就是个什么就是我们经常就会用的，就线上会用的一些位置，什么大胆都打出来了，各种顶前。这边也没有、哦、有 M4 吗？好像没有哎 ，F3 好像是没有队员是使用 M4 这样的位置，哎，穿死了吗？这是 M4 穿死的吧 ？M4 有 M4， 可以吧？哇，这边
二打二，剩下叶枫跟嘉伟，这边拼一手。哇，中文那边易焕英还可以啊，这边只剩下 seven 和叶枫的云一。哎，这边好像骗了一下啊。三百号这边是骗了一下，我听那边爆点叉车，然后这边，看来这个 F 三也是套路深啊、让你看着我往那边跑，再拐回来。哎、啊，真的，哎，哇，哦，这个还是怎么说呢？就还是有枪法的，嗯，这种基本功还是比较扎实，一发一发的啊，该秒还是打得很稳，打得很稳。关键他刚才那个利用死亡视角去骗这点我觉得特别喜感，也挺有意思的。这个国外队伍的套路也挺深，没有点套路怎么敢来中国打职业联赛呢？是不是？哇，飞镖都扔起来了。广道看来也是在训练的时候学到了这个这门技术吧，但我觉得 F3 也不傻，肯定在训练赛中，在前几场已经被飙死过很多次了，所以说很果断。手雷来了，连二楼要拉吗 ？FC 还是选择慢打，进攻节奏放的拖得很慢，应该也是自己找不到一个突破的方向吧。走 B 点前点，感觉他们现在就是。A 点是对他们来说真的不好打，他们几次 A 区都没打成功。我觉得 F3 可以尝试多打一下 B 区。哇，好喜感的画面。我啊，感觉被标了一下吧。要看一下血量才能知道。那个闪光下来包，哦哟，哇 ，Double Kill with 三个。被子 A 四个，哇，要一 v 五吗？哇，这个要一 v 五吗？手枪，哎呀，差一点点。这个要是被一 v 五了，这个、就真的是厉害了，我的哥。我被子不光狙击打得好，这个也是个全能型的。嗯 ，AK 打的也是蛮刚的，很稳，他打得非常稳。我差点一 v 五啊。这时候时间并不多 ，I 九。还有一个闪光啊，这边放个烟，我可以强拆吗？这个烟也是扔的这个前点烟，没有扔到后的那个整个大烟。F3 再追一分，四比三。哎，感觉 F3 慢慢似乎找到了感觉。进入比赛状态你是比较慢的意思是吗？我感觉刚才是一直没在状态，现在应该是在状态了。毕竟 F3 还是有些实力的，对吧？在国际赛上还是打出些成绩的。哇，这边开局 F3 又打掉一个。感觉这局 F3 也是非常的有机会啊。这时候在就不要少一点这种四人五人的抱团，我觉得就两两三三。这种情况的一些战术执行，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可以多尝试打一些就是管道连接门啊、中门这些包夹的一些东西，还是好一点。啊，这边来了，来黑雾应该是看到了。哎，黑雾！哇，四打二。黑雾瞎子上。感觉光哥这把有点悬。啊，这边反清上来。叶枫这边血量很残，哇，只剩下残血的叶枫应该是很难了。叶枫被发现被秒掉，哇 ，F3 再拿一分，四比四要打平了。上半场最后一分，看到底谁会拿到这一分？你觉得谁拿最后一分？很可能 F3 现在是连拿两分的态势啊。好像是确实换到了潜艇上面之后，发现 F3 哎打得有模有样，跟你各种，但是我感觉到就各种不和谐的，就是飞手上拿着这把天龙。
哎，我感觉人家觉我人家这把人家这把天龙已经打得很好了。哎呀，嘉伟这个时候切枪，对，这时候就是这种小动作太多啊，能不能爆电，能不能秒掉？叶枫能不能稳住？一个蹭，哎呦，没送到，想要一爆点啊？啊，输了什么？在这个位置，这应该中门反绕了。我有最后一分，二打一，这边输了是个狙击啊，这个，哎，这照得到吗？照不到，这搞不好。这不好回防啊，这怎么办？这你说他拿手枪还是拿炮呢？肯定是先炮一枪。哎呦，这一枪直接顺了。哎呦，还好，关键时刻这边的Snox 是把这个苏洛一枪秒了。哇，这要是这个残局被苏洛给打下来，真的我有点一脸 F3 要一脸懵逼了。不过确实 F3 在潜艇上在。上半场的后期终于是找回了自己的节奏、啊。几波战术前面感觉真的就是太一味的去追求 A 大这一波 ，A 大其实被刷的挺伤的，后面慢慢就是结合了 B 点啊，结合了小门，或者说这个木门这条线，就包括 Faze 也有说过拿这个天龙在木门这条线去狙过，就是有过击杀，就觉得还不错，慢慢去结合一些就是国服的这种打法，包括这个穿射啊。他现在就Faze这个拿天龙狙，就是还是那种跟那个世界服一样，拿个小绿皮狙在那狙的那种感觉一模一样。我估计此时此刻这个光格现在的所有队员已经感受到压力了，对吧？刚才确实人家是不会在微信机里他不太会玩，但是到人家怎么说呢，会玩地图了，确实感觉人家还是没事啊。前天哪怕我们输了，我们下面一张打 TD 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、哦、所以我懂了你刚刚为什么说啊、哦、要看一下 TD 了。还是要看一下光格吧，也不是说现在就是光格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大的劣势，对不对？还是个军事嘛，5-4看。上半场5-4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比赛，双方角色互换，光格这边担任潜伏， F3 这边是作为保卫。但是以刚才第一张地图看了啊，这个光格做潜伏应该是还是那种慢节奏慢性，慢慢来。哦呦，输了这个破点上来又是把 Faze 先狙掉，连两个狙手的正面对决，基本上输了是占了上风。不过刚才人家这个 Faze 在这个连接门这个也是蛮经典的，蛮出彩的，对吧？天龙和大炮在连接门对狙还是蛮出彩的，还是放的进攻节奏真的放得很慢。哦，斜坡的走料。哎呦，来了一个，好啊。哇哦！看一下 Green， 哦哟，一打二，这时候，哇！这边的 Chris 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残血非常的稳定啊，4-6。啊，这如果让 F3 这样打顺手起来，这个光哥感觉要爆炸呀、啊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对于 F3 来说，他们这种就线下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、啊、一旦让他们顺起来，真的觉得光哥就很难打。哇，这种位置拿狙，也是刚想紧接着讲，自己就想说了，这种位置刚想说光哥为什么不拿 COP 直接蹭进来，想想 COP 又没了，已经被禁了。对，之前有比赛对不对，这个管道的位置大家都拿 COP 对不 对, 对，开着枪就往里面怼。F3 上来依靠被在管道是狙掉了一个，现在人数上还是也占了一个优势，5-4，感觉这一分好像 F3 很大机会啊。看一下这波中门跟 B 点能不能结合起来一起拉进来，卷帘门不封烟吗？一换一，一换一。但是光哥这边残血很多。哎，这个 K
贝斯有点冲动了，手枪就这么出来了。我有，没机会了，没有，没机会了，只剩下传递，传递，哎 ，Knox， 别急，三个人要一起了，很准啊！哇，这个只要给他机会，对吧 ？Snox 还都能秒。哎，这个后面这位就是之前 F3 的选手 Wizzy， 现在这个赛季扮演了一个教练的角色。哇 ，B 点的压钱 ，Quiz 跟 Seven， 但是被艾九收掉了。三个三杀。这有点像要 rush 起来了，感觉。方天这边要被包，转你狙，转你狙，放下背。哇，这手枪一发。好，来一。不换枪吗？就拿手枪走到底了。啊，没办法，狙击嘛。这时候就拿手枪去追 A 大屁股吗？再连跳，再连跳。看来还是连跳的，会连跳的。连跳毕竟快一点嘛，哎，我们有机会，六比六平。光哥连拿两分。这波 F3 是采取了一个主动出击啊 ，B 点的一个顶防跟中门，但是效果是非常的差。关键被，哎，只有一个人是打掉了三个，太伤了。六比六，这个来到前庭的时候，哎。说 F3 会打巷战吗？啊，你说 F3 会打巷战吗？好像也不太会打吧，我感觉。应该练过吧。但是巷战对他们唯一的好处就是枪械又都是普通枪械了。对，啊，这个倒没有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会很适应这个中国神器的。好，这边 A 门溜入，看来这一波光哥应该似乎想要爆发 A 区，对，就看一下 Snox 这个。我想这 Snox 这边是 AK 站在箱子上，哦哟，哦，两个 Snox， 这还是很厉害的嘛，哇，这个有点尴尬，二打四，这边下来，这边下来，其实这边还藏了一个，哎呀，这要被穿死了。这个高爆补神补直接是补到脸上去了，一打三神补的，剩下个狙击啊，烟雾弹，哎，这边广场已经压出来了，哇，三这边还不错，七比三，啊，七比六，七比三，三是在哪里出来的？看不看错。慢慢的 F3 在往自己的一个赛点在靠啊，光哥难道真的啊？哦呦，狙点一个，哎，这边被阴要被阴了，被阴了两，哎，没子弹，哦，被刷屏，直接一波，我天哪 ，F3 开始套路起来了，今天就前面一直从来没有藏过人，然后这把突然是前面放了一个人，藏了一个，关键还弄了一个狙击来引诱你，对吧？八比六 ，FC F 三还差一分就拿到了局点，又来 ，Face 这边又来，你看他蹲的位置奇不奇怪？你说你瞄这个点，你何必非要进来呢？你溜到边上不行吗？对吧？狙击还可以跳下来。对，所以说就有些如果像进管道想的比较多的，他会在管道口蹭一下，就是一个边。你这样瞄这个极限边就有可能会把他杀了，嗯，你要是不是瞄的极限边的话，别人就是说直接闪着出就拉出去的话，就是这个极限点太难反应了。哎呀，光哥这边应该这一局想要打连接门，他们这边来了，哇，这边是一个一万一，管道钻了两个人。哎呀，这边血波这边拉出来是直接被打掉。你看刚刚就费这边就站位不对，你要这样旁边你狙到一个是不是就可以走了？是，在管道这边两个真的是只能一万一，三打三，看一下这个残局。哦，二打三，哇，包这边被打掉。
我有哇 ，Snocks 这一杀，这 Snocks 是真的准，真准。哦 ，Snocks 刚才第二中门这一枪真的是准，一发。我两人就在这说吗？这两人黑屋太稳了吧，一点不给机会啊！看一下苏洛怎么办？嗯，这个毫无疑问啊，这哎看到了，有高棒吗？哎呦，哎。哇，炸死一个！哇，这一枪！今天的苏洛唯一是在狙击上面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。是的，刚才这第二枪有点亮，讲道理真的有点亮。7-8，刚切射的一瞬间，我还看不清是甩上去的还是顺上去的。哇，双方比分咬得很紧，感觉哎，老板这样的话真的要打上战了啊！所以我刚说了嘛，等下亚瑟被打掉，还是被子狙击站得非常靠后啊，还是要靠苏洛来拍点。哎，看到了。哇，这个又是一个小头啊，直接是带走。这个很尴尬，被这样狙击抽掉。嘉伟这边在连接门等着。发现 F 三的，就是他这个 A 区的防守，就是好像就把人给定在那儿了。对。烟雾弹。就他们 A 门好像从来没有顶防过。他选择的就是一个缩防的方式。就这样，就是说你各个点位你去打别的点位的时候，我只要就是不是顶防的话，第一时间都能回得过来，因为前顶这张图确实也蛮小的嘛。手雷来了，一换一，看看应该是要来打一了。这包点的 seven 的血量不高啊，我怪叶枫是管道带包，这个要是被打到 A 控怎么办？哇，这包被打到管道里。Chris 的位置是被知道的，但 Chris 并不知道这个包其实掉了 A 控啊。你说这两，如果光哥这时候拿到包去转 B 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机智。哎，发现没有人，我上来了。哇，这个很尴尬，掉在管道里。哎，时间不够了，好像13秒，现在找不到人了。时间不够了，不够了，不够，拿不到了，拿不到了。下不了包了，但 Chris 这边知道吗？应该躲了吧？下不了包，下不了包，不够，不够，下不了了，下不了了，不够啊！哇，这边 F 三就是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一个局点，这个太尴尬了。Chris 可能到最后可能他想着，管道死的应该是包，这个太尴尬了。我就说这个包死在管道是，真的是最怕、最担心的一点了。这边还是要进管道。你看被子的位置，你看他就站在中间，然后开始往前顶了。哎，感觉他好任性啊！不是你这个一局比赛，这次顶得更前。很极限的一个队。看一下他这次在管道能不能有所收获啊？这波还是可能要等一下 B 点，苏洛这边能不能第一枪排出来，先打掉一个。苏洛这边已经是摸进了 B 扣 ，B 点的防守包点是占了一个，黑屋斜坡那边应该也有人。哎，看来他还挺了解这个费站位啊，可惜费这边刚才是在管道，哎，这边要包 B 了，中门这边直接进。哇，必须这个包点的被打掉，那这样很难了。被这边从管道出来回防，好，这边是哪个？一个侧身，他哪三还不好说。哎呦，这颗高吧挨了一下。哇，小雅哲这个位置很关键啊。看一下脚下这个能不能先打掉。他这个位置已经站得非常好，我直接下来了。哇。等一下，被包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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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哇，手枪 KO 到两个，一打一，要顺了。哇，这枪简直不可思议啊 ！Faze 这一枪，这枪比刚才苏洛这枪还要夸张，这个反应。哇 ，F 三 Faze 这枪亮了，好样的，可以看到 TD 了。恭喜 F 三啊，获得了第二场比赛的胜利。感受到，能感受到 F 来自我们这个欧洲的 F 三，就是拿下一局的这个，心里的这种兴奋吧，喜悦，对对对，已经坐不住了，已经要起来了那种感觉。光哥这光哥的队员们也是非常的这个懊恼，没想到在第二局这边是输给对手，关键刚才这个残局是被对手一 v 三，这个手枪真的双杀，加上这个最后这一枪这个狙。哇，这个反应确实很快，所以怎么说呢，可能说明哇，刚才这一场比赛真的 F3 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，其实我们想的是一样的，对吧 ？F3 实力确实有的，在前几张底妆来说，所以现在我的脑子里捋了一遍，捋的是什么？就是还是差不多。我说实话，就是用我们中国的玩家的话来说啊，就是差不多，也真的就是个什么的，对吧？前年打的五五开嘛，对，我说实话，然后 TD 因为确实他们从来没打过，没练过，所以说。这么差距太大，那也情有可原，需要给很多的时间去磨练嘛。但是这个爆破其实如果打到了就是自己擅长的地主，那什么样的比分都能打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双方最精彩的 TD 的期待一下。对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